据央视新闻报道，泰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8月22日宣判，前总理喀信三项罪名成立，被判处10年监禁。当地时间8月22日，泰国前总理喀信乘坐的飞机抵达曼谷廊曼机场。随后，喀信被逮捕，并前往最高法院接受宣判。法院下达收监执行通知书后，喀信被曼谷特别监狱收监。此外，8月22日也是泰国国会举行第3轮总理选举投票的日期。